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挡在这个地方哦，在那个弹枪上面啊、哦。他的话，他拿的时候，第一个我是拿上盖，上盖以后放下去，第二个对不对？第二个是夹下盖，夹下底，所以夹住的，然后再放回去，就是这样拿下底就可以打开，放下去，拿二号的上盖，二号底部留着，到放下去，二号底部底盖子留着，手捏三号的盖子，三号底部留着。到三号盖子放回去，手捏四号盖子，四号盖子打开，四号。我要拿起来的时候，拿起来是捏底部，开盖是捏上面。你去捏捏看，你就会有感觉。你现在手上捏捏看哦，因为第一次不小心的时候，你会捏错了哈、哦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捏底盖跟捏上盖，底上捏底，底整个起来，捏上，上面会起来。这东西很简单，但是你有做过没做过？你现在马上练习，你马上会知道，这样子 OK 吗？所以等一下到的时候再说。一号底部一号，一号一号拿一号上盖到，二号上盖，三号上盖，四号上盖，五号上盖，混一混，慢慢混，在这个速度，让它倒的没有倒满。像我以前呢、哦，只倒三分之二，混完了以后就变成平的，节俭节俭哈、哦。那你等一下要让它分开的时候就。抓着底部哦，这时候抓底部，抓底部，抓底部 ，OK， 这样子 OK 吗？好，那你要练习的话，我这边有一种空白可以让大家练习。OK， 好，来开始动作。